诸位法师啊，诸位传统文化的同胞啊，大家新春吉祥。我们这几节课讨论的呢是师生之道。上一节课我们是进入这个为学我们怎么当学生这一个部分。好，那一开始呢，我们讨论的是掌握纲领纲举能够目张。那像最近我们过年呢，我们在境界当中呢，有没有掌握纲领？有没有心有主宰？有没有不被境界转？看到这些好吃的东西，有没有想到孔子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哦，这个难得亲戚朋友聚在一起的，有没有向人家请教人生的这些宝贵的阅历？我们的心有没有掌握住纲领？都在真心当中。都跟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真的，这个过年期间呢，都是真心对待亲戚朋友那这个就广结善缘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好学生的心境。第一呢是信任老师我们要做老师的知音知己就像师长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堂课是他一生修学的智慧，人生的阅历和盘托出，我们感觉到了，就会如平得宝，会改往修来，洗心易行，改心了，心改了，命就改了，自然感降。这些福报吉祥水到渠成，所愿则得。所以师长拜年呢，也都是在点拨我们。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都要修因得果不能只有祝福还要如理如法去求福求慧这俗话说的，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了所以不怀疑不会想老师有留一手那这个怀疑要跟老师学就不容易了。第二呢，是以师智为己智。那孔子之智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过年期间呢，我们玩我们一辈甚至玩我们两辈的晚辈
我们有没有好好关心啊？顾念呢、啊？哎，这是跟孔子以孔子之志为志了。好、哦，哎，那我们以师长之志为志啊。哎，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啊，有没有不同宗教的？有没有不同种族的？哎，我们遇到不同宗教，我不想跟他讲话，我不愿意搭理他，那是没有以师自为己志啊！老和尚说，这个世界要重新走向安定和平，四种关系要处好，宗教与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种族与种族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哦，你看这个一家人聚在一起呢，很多是结了婚姻的，不同姓氏，甚至有南北方人都有啊，共聚在一起啊，有没有？这个春节啊，家里的人是来自五湖四海，是吧？哦，通通聚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最好练平等心啊，不能你家族里面大部分是北方人啊，大家一聚在一起，就把这个南方的排在旁边啊，那这个老和尚教诲我们练什么？在一切境界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慈悲的心。照理讲啊，你们家族当中北方人多，南方人少啊，应该怎么做？设身处地呀，人家人少，心理上就会感觉是弱势啊！这个时候，北方人多了要主动就关心了，很热情让人家很容易融入我们这个大家族里面这个塑造设身处地呀！这家庭是这样单位也是这样你单位比方说都是来自大陆的突然今天来了一个台湾同胞来了大家应该怎么做所以你看，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所以师长这些救世的理念呢？我们要以师志为己志啊，在当下去落实。这样国与国，政党与政党，这四种关系处好。那师长呢又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现在的社会比较复杂我们的孩子往后面对的社会可能更复杂，所以他们所需要的道德根基、戒定功夫还要超过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很好的以身作则表演给他们看怎么修忍辱怎么行忠恕之道有表演出来这叫威仪助持，有则得了进一步有一些机会点，柔和直指设身德。言教的引导。
个人呢，现在身心问题比较多，家庭啊也有本难念的经啊，所以听闻圣教啊，也可谓刻不容缓。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了？啊，比方说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得忧郁症了，哎，不止他日子不好过啊，全家人都操心了。啊，我们当过父母的人，啊，你说假如自己的孩子有忧郁症呢，这个度日如年都有。哦，所以我们假如，有听到亲戚朋友这个情况啊，喂猪宿类做不请自由，啊，要铺垫姻缘，找机会呀，去关心、了解，啊，进一步可以帮助，啊，我们儒家教导我们君子义以为子啊。君子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重道义、情义啊，这个义字啊，义者宜也啊，《中庸》讲的宜是什么？适宜、应该的啊，没有条件的叫义嘛，有条件的叫利害关系了。应该的，还有这个宜，也就是适宜。哎，你做的时候要恰到好处啊，情理法要兼顾啊，甚至于别人的面子要兼顾啊。那比方说，拿钱帮助兄弟姐妹了，哦，你要顾及到他的感受。啊，来，弟，来，这钱给你。哇，人家一听很不舒服了，不是很尊重他了。哎，弟呀，听说你最近有在发展新的事业哎，可能会用到钱哎，我这里你看有没有需要到时候。啊，没用了再还我就好不能高高在上了，这个都是事宜哦。讲话不能有那种优越感，不能有那个高下见，让人感觉到。对他的支持跟尊重，好，这是我们谈到啊，以失智为己智，上一次是讲到463页，这里。提到了这个子谓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食矣。”曰：“子在，回何敢食？”所以这个颜回啊，知道夫子啊，他的使命是承传中华民族的道统。所谓上下5000年呢，靠孔老夫子了。那颜回知道了，他全力配合老师这个是以师智为己智的。那我们呢，这个时代也很特别。我们看以前呢，儒家传统文化谁在提倡的？
教育部长提倡的。啊，佛家呢，皇帝直接提倡的。哦，所以以前的佛事都是用寺，寺是皇帝直接管的。哦，所以难怪这个儒家、佛家啊，在神州大地呀，很兴旺，有它的背景。那后来清末之后啊，丧失民族自信心了，啊，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了，甚至都提出全盘西化了。哦，那传统文化被批评得很严重啊。啊，连我们去念师范学院，大部分的教育理论呢，都是西方的，很少看到中国的了。哎，那刚好啊，师长呢，他是有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哎，这都是一个时代的因缘背景啊。而且老人家上私塾啊，几个月啊，也不是上很久。啊，他的弟弟小他6岁，没有这个机会了。啊，但老人家说到了啊，他这一生面对种种诱惑啊，能够过关呢，因为传统文化给他扎的根。啊，他一辈子感谢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哦，所以老人家说啊，我牺牲生命啊，都要把传统文化承传下去。哦，那他老人家的法缘很好啊，几乎全球的华人啊，很多啊都接触到老人家的教诲啊，所以这个时代，哎，不少佛弟子啊，来弘扬儒家。弘扬传统文化，那佛弟子啊，佛强调的是啊悟性啊，所以佛弟子来学儒啊，哎，也会比较灵活啊。当然，我们佛首先得要学的比较活泼啊，比较贯通啊。我们假如学得很执着啊，再来学传统文化也会很执着。哦，那可能呢，老和尚有他的对承传文化的天命，那我们当他老人家的学生呢，我们也要效法颜回，很清楚孔子的天命。在台湾，这个李炳南老师啊，49年过到台湾，儒释道啊，靠他老人家承传。哦，那李老的学生啊，老和尚啊，还有徐启明老师啊，很多前辈啊，都在承传。哦，那我们有这个缘跟随老人家了。我们都要以师智为己智。好，那这个颜回啊，孔子是非常赞叹唯一赞叹好学的弟子。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为学之道啊，那颜回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我们翻到183页，182哎，我们透过这一句啊，来了解颜回修学的状态。孔子对子贡说了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欲？”
啊，对曰：“赐也，何敢忘回？啊，何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啊，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啊，这个大意啊，孔子问子贡：“啊，你跟颜回啊，谁？”比谁优秀啊？子贡对曰：“赐何敢比回？我怎么敢跟颜回比呢？”颜回是闻一以知十啊，赐是闻一以知二而已啊。那孔子说了。哎，你比不上啊，汝不如啊，吾与汝俱不如，哎，我也比不上。好，那这个我们看下一页这个第四行，梁氏章句《论语旁证》引了府事广曰。闻一知十啊，不是闻一见，限定知得十见，这个十不是数字啊。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有说啊，《阿弥陀经》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乃至若七日。前面一二三四五六啊，那个是数字。七不是数字了，七是圆满的意思了。当然，《阿弥陀经》这段话也很有深意。代表不用很长的时间了。代表呢一心求生呢，阿弥陀佛同体大悲啊，不愿意我们再受一天苦。只要我们真肯去了，他马上来接了。真放得下世间一切了，有放不下的就被这个人事物啊给牵下来了。我这些年接触到好几位生重病的同修，他确定自己病情严重了，他说我不治疗了，从他下决心不治疗了，开始念佛了，因为药物没有用了。下了决心开始啊，没有超过7天的，感受感受啊，那病那么重啊，痛不痛啊，苦不苦啊？阿弥陀佛，忍心我们受一天苦啊？真放下了，就真来接了。刚刚说啊，我们要做老师的知音知己啊。哎，我们现在求生净土了，心同阿弥陀佛啊，也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心了，了解了就没有怀疑了，心心相印了。好，这个七是圆满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十啊，也不是数字只是知得周遍。始终无语了解圆融了，没有漏掉的，闻一知十，这个十是没有遗漏。好，那我们常常听经的时候听到，万法因缘生大家都听过啊。请问这一句话有没有漏掉什么？有漏掉的吗？万法了，没有漏吧？好，哎，那请问我们遇到任何境界，能不能提起因缘来关照？
哎，一件事经过了，哎，造成这个结果的因跟缘是什么？啊，你检讨起来不会稀里糊涂的了，经一事长一智了。啊，我们不会观察因缘，经一事长一怕了，心里藏了一堆事。啊，这个面对未来，你也会看因缘，因为成不成熟，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哎，我们有没有把万法因缘生用在一切人事物上？哎，能吃得周遍，用得周遍，是非宜勿轻诺啊！缘不成熟，不能答应了，苟轻诺，进退错了。所以佛法无边呢，佛法是心法。哦，你看一句教诲，这个心一起作用了，所以这一句在哪里？在一切处了。这佛法很好用啊，啊，我们得把它用出来呀。你看立誓念心，请问这一句在哪里？Anytime, anywhere。我最近讲课啊，都跟人家说啊，不要挑境界。哇，你看都讲别人了，最近我境界又来了啊。什么境界呢？啊，过了中秋了，要考雅思啊，离开英文的世界30多年。啊、哦，所以你看，都讲别人不要挑境界，自己也不能挑。好，大家假如看我消失了啊，可能就是呢，啊，秘籍在学英文。学之教之道贵以专，学之道贵以专啊、哦，也有一段时间呢，很专注啊，用功啊，才比较能够提升一个境界啊。好，那这个立誓念心呢？啊，念什么？念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啊，那请问大家，过年期间呢，大家立誓念心念得怎么样？哎，你看这句话也是无处不在呀！啊，我们现在一起上课也在练心呢。哎呀，好想打瞌睡啊，是吧？哎，这个成德法师的声音怎么这么慢？哦，当然这个时候我得快一点。哎，好，啊，这个练自己能放下过去的成见，这就是练心了。啊，看人要看后半段，不要一直记人家以前的情况。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而且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过年期间呢，是很好化解人与人啊这些隔阂不愉快的好机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掌握机缘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哦，请问大家什么时候是机不可失啊？啊，我常常说我过了中秋了，这都是机呀！啊，再往后推啊，就越来越没有体力精进了。啊，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愈何待乎？哦，你看，我们现在啊，过 Chinese New Year 是吧？
啊，这个是敦亲睦邻的好机会啊！我们附近住了，很多，其实我也看不出来他是哪一国啊，哪一个种族的，看不出来，我也没那么厉害。哎，但是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都知道？因为鞭炮声太大了，啊，都知道华人在过年了啊，哎。结果，啊，你这个时候呢，拿个礼物啊，啊，去送人家，啊，而且还要拿双数啊，双数，啊，吉祥啊，拿橘子拿2颗，啊，拿一些过年这些茶点啊，哎，送给邻居们，哎，那个机缘掌握住了。哎，现在散步的时候啊，哎，这个邻里乡长间呢都很热情了，哦，所以这都是基友啊。好，那闻一知二，亦不是闻一见呢，知得两见，只是知得通达，他有。贯通或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无所执逆啊，就他不是听一个执着一个啊，他能够触类旁通啊。我们看一下31页啊，看看这个子贡啊，他是能闻一以知二，啊，他能触类旁通啊。那子贡曰：“哎，我们一看到子贡啊，要多学习啊。子贡是颜渊科的，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啊，这孔门教学的四个重要内容。言语的修养功夫要练。”要积累，好，而且子贡很会问问题，啊，把孔子的智慧都问出来，啊，那我们求学的人也要会问问题，请问大家会问问题了吗？哎，有没有重视啊？跟子贡学习。啊，《弟子规》说的“心有疑，随杂技，就人问，求却意。”当然，去问人的时候，自己是沉下一番功夫，用精教去思维，思维不出来了。你不能变成问人都是依赖别人啊，你是自己思维，快通了，还是有点不通了？好，哎，善知识，轻轻点一下，临门一脚，哎，而不是变成依赖哦。好，那这个子贡说了，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啊，这样的人如何啊？啊，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则也。好，那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师之谓与？’”子曰：“赤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啊，这个告诸往知来者，闻一以知二了。啊，他不会拘泥，哎，他能触类旁通。哎，触类旁通啊，这个脑筋很活，不能触类旁通啊，那就变死记硬背了。哦，东方强调悟性哦，不是知识的积累。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而且死记硬背啊。
可能会把悟性给堵住。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经验呢？以前这个临时抱佛脚啊，再过两天要考试了，硬把很多东西塞进去，是吧？你在塞的过程，觉得脑子什么感受？哇，越来越胀哎，那你请问大家，哎，你听老汉讲经的时候，有没有越听头越胀？不会吧？越听，哎呀，讲得太好了把我问题都解决了随文入观了，法喜充满。哎，你看，那个听的时候用心去领悟跟死记硬背了，所以用这里跟用这里不太一样大家自己去感受感受，尽量用领悟的。当然那个习惯呢，有一个过程临时抱佛脚尽量要避免。但是真的遇上了，还是要抱佛脚该抱还是要抱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里面呢，佛讲到二大菩萨。观音菩萨、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两尊大菩萨在西方三圣呢，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但是说到观音菩萨，还特别补了一个重点哦：众生若有极难恐怖。这个不是指念佛人，不是指一直念佛的人，指什么？众生。所以临时可不可以抱佛脚？可以抱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这个黄念老有讲到他认识的一个人。过河因为北方嘛，河是结冰的。结果走到河畔河中间解冻了，开始解冻了，哇，不好退了，前面也怕出状况了，这个时候那种气氛就很紧张了，很恐惧了。记得念观世音菩萨，结果就平安通过了。这个社会现在治安不好所以一定要劝亲戚朋友这些孩子要懂，极难恐怖，只要念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一定要教好，那我们这个要感受自己学习的状态用这个悟性去学。好，那这个子贡问了：人虽贫穷而无。这个铲求就不会谄媚别人。人虽富有而不骄傲，何如？这样子人如何？那孔子答曰呢？算不错了然而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所以无铲无骄虽可，但不如。乐道好礼贫而乐道其实这一段话呢，孔子也在点化我们什么？这样是不错但是不能就此满足了。我们修行人也是
要精进哦。汤王在他洗脸盆上刻了九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就是不能知少为足。哎呀，我这样可以了，你看我比张三好多了。你就不会往上提升了。哦，所以你看孔子顺着学生发问呢。哎，把更高的目标啊，因为子贡这么问呢，可能他觉得这样的人挺难得的，是吧？他才提出来嘛。那孔子进一步期许学生啊，不能就此满足啊，要不断提升呢自己的境界啊。哦，那我们探讨到这里了。那诸位仁者啊，我们今年发愿没有？不能知少为足啊！啊，每一年都要有提升的，尤其今年遇到龙年，龙是变化啊，大变活人啊，让所有亲戚朋友刮目相看哦，那这个龙年就有意义了。前几天我们晋中的同修有几位会长跟他们的干部来给我们拜年这个我是处的这个学堂一下接待40多个人对我们来讲，挑战也不小我们是全体总动员大家配合起来呢乱中有序而且呢没有任何指责的声音这挺和气的都很能补位所以这个家和万事兴，这个和气还是很重要那这个会长干部们来了，他们呢给我讲了一句话：“法师啊，你责任重大。”我一听都是别人责任重大自己都在说。哎，我请教大家当我们告诉别人你责任重大，有没有人接下一句说我也责任重大？你们有遇过这样的应对吗？没有吧？好，我觉得讲这样的话呢，可能不能往生啊。好，一讲到不能往生了，哇！每一个人的耳朵都竖起来了。我跟这些同修们呢，我说我们今年呢，每一个晋中学会要思考一个问题。老和尚讲经常说，1万个念佛人，3、5个往生，这个问题要好好的深入探讨。这9990多个为什么不能往生呢？我们要避开那些原因呢？这3、5个怎么往生呢？我们要尽力效法，那我们铁定变成什么？万修万人去。你看，师父领进门了，老和尚已经在提醒我们了。那我们可能问了。那老和尚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怎样才能往生呢？老和尚讲的每一集每一句话都是在提醒我们怎么往生为什么让我们扎根呢？跟往生有没有关？当然有关
做人都做不好，怎么可能去做佛嘞？啊，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第一条就是做人呐，人天福嘛。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凶不杀，修十善业。哎，扎三根是老和尚啊晚年提出来的。为什么晚年提出来？因为观察到我们不能成就的一些因素了，慈悲护念我们了。哦，所以三知是会关机哦，我们得要老实听话了，不能挑着学啊。哦，而且自己要懂得善思维。因为自己的状况、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知道。啊，哎，得要在自己的心地当中关照到。哎，为什么我这个念佛不切？我的心念都在哪？哦，那上品、中品、下品呢，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都是别人责任重大，那这样有菩提心吗？啊，《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的，念正法久住，这是发菩提心的缘分。小安大师说了。这个末法，这个仅存末法，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竞逐利名，举目滔滔，天下皆是。这一句话呢，3、400年前讲的哦。你看，祖师看到佛门。这样的现象，痛不可忍，计无可施，顿忘笔漏，忽发大心，见义勇为啊！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乱，众生苦啊，很可能是我们发菩提心的因缘。把这个责任使命啊扛起来，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啊，佛是大觉者，跟他没有缘，他也度不了。好，那我们一听到佛不度无缘之人，我们要思维什么？那很多跟我有缘的人，可能是我要度的啊。啊，城东老母的故事大家听过吗？哎，听故事要会听哎，不能只当故事听啊。哦，所以听法听故事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老和尚讲经教导我们了。怎么听呢？当机者，这个故事是讲给我听的。啊，用现在的话叫。对号入座是吧？啊、哦，这个城东老母啊，是佛陀的邻居呀、啊。那弟子们就觉得，哇，他老人家年纪大了，佛，你赶快去度他了，不然又生死轮回去了啊、哦。我说我跟他没有缘啊，弟子们很惊讶啊。哦这个佛陀慈悲呢，看到学生的表情，好像还不是很相信了啊、哦。那好吧，恒顺众生啊，就要去度这个城东老母啊。佛从东边来啊，他就往西边跑啊，不管从哪来，他往反方向跑啊。最后佛现神通啊，把他的周围全部包住了。他就蹲下来哭了。
他不看佛陀。哎，后来佛陀让罗侯罗去度他啊，他一见到罗侯罗挺高兴的。请问大家啊，你们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啊，很喜欢听你讲话的？啊，跟你很聊得来，哇，你摇头啊，哦，那这个啊，这我们要改变磁场一下啊。啊、哦，让人家愿意亲近我们啊！啊、哦，你看佛门讲，等觉菩萨还要花100劫修什么？修相好啊、哦哦！这个代表呢，看起来很有人缘哦，所以那个相好啊，其实很重要的，这个慈眉善目啊。让人家一看就很想接近，哦，你看佛一出现啊，这个阿难尊者，啊，哎呦，这个不是父母生的，啊，能长成这个样子，一定是自己修的，哦，所以佛的相好庄严，啊，接引了阿难尊者啊，哎，这些故事不能白听呢。啊、哦，是面上无嗔，供养具足，脸上不能有情绪，这会给人家压力。啊，要学弥勒菩萨，啊，笑口常开，啊，所以这个罗侯罗尊者去了，他很接受啊，就得度了。哎，这3000多年前的公案哦，现在的人呢、啊，不好伺候啊！你讲古代的，讲以前的，他说那是以前的。好，我们讲现代的啊、哦，香港河东爵士的夫人啊，何士礼将军的妈妈。啊，这离我们很近了哦。啊，他老人家念阿弥陀佛，其他全家人都信基督教。啊，哎，结果有一天跟子孙说了，啊，我们母子一场，亲人一场啊，啊，我明天要去极乐世界，啊，你们可不可以念佛送送提这样的要求啊。合情合理啊，大家都很欢喜的，啊，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啊，老人家很自在啊，端坐，念了不到15分钟，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之后全家都念阿弥陀佛，还有记者去报道这一件事，度的众生不少，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公案。我们也是他度的众生哦，哇！你看这个最后的表演太殊胜了那你看那一家人跟他缘深呢，是他度的对象哦。哎，老人家也没有强求姻缘，老实念佛，你看最后走得那么自在，让人家信心大增。那这个故事听完了，啊，诸位仁者，啊，你们有没有发愿要办一个往生大会？啊，有没有发愿呢？啊，见人善，即思齐呀，啊，不是这个53餐参到的这一位老太太，那参完了，她还是她，我还是我，那就不叫参了。啊，参是什么？参完这个善知识啊，他可贵的德行啊，跟我们的身心融在一起了。大家念过《出师表》吧？啊，哎，诸葛孔明的啊，鞠躬尽瘁啊，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20多年了。
啊，感念那个知遇之恩，哎，这种钟啊，有没有读完《出师表》了？跟我们融在一起了，这善学。哎，现在的众生啊，疑心很重啊，表演是很关键的哦。假如大家都发愿，哇，那众生有福报了。你们的亲戚朋友有大姻缘呢，啊，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好，那发了这个愿呢，啊，要开往生大会了，可不可以每天还滑手机呀？啊，那个这个事与愿违了，是吧？啊，跟自己的愿的方向不一样了。啊，发了这个愿，分秒必争了。啊，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啊，有志愿呢，啊，你每一天就往那个目标去努力了。啊，所以新的一年呢，我们要愿要发出来。啊，今年呢，要改掉哪些习气？啊，我跟那个我们福州同仁说啊，我们今年啊，共勉啊，自知去习的一年，啊，还有自知之明啊，自知很重要的，要知故。啊，修行就两件事呢，知过改过啊，要自知。啊，在哪里自知呢？任何时候能关照自己的心念，就是自知了。啊，可不能一件事情经过了，自己的问题在哪都找不到，那就不自知了。啊，经一事长一智啊，就是自知了。啊，自己起了分别念了，哎，自己看到，赶快阿弥陀佛，把它扶下来，自知了。啊，亲戚朋友聚会，跟自己关系好的讲话，啊，全神贯注听。啊，另外一个亲戚呢？自己看的不是很顺眼的，就滑手机去了。哎，我们观察到没有？分别心太重了。哎，你跟他过去生关系不是很好，这一生要转呐。所以你感觉过去生跟你缘不好的，你要格外恭敬对待他，更不能。还对他有成见，冤家宜解不宜解，啊，都要转成法缘哦，而且啊，我们要名副其实，啊，我们是佛弟子啊，而且我们还要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请问大家要不要做普贤菩萨？啊，我现在观我的心啊，我有没有要求别人？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无上表修德，佛表性德。这句话老和尚要教导我们哦。好，那请问大家听了老和尚说。菩萨表修德，那我们有没有马上依四大菩萨为标准来效法？不然这句话还是白听了。那菩萨表修德呢？可是我们的态度，哎呀，那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那太高了，我不可能的。那老和尚这句话就白听了。得
尊普贤第二，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经文一念下来，那就要修普贤行了。普贤行礼敬诸佛，怎么还用爱憎好恶的心去待人呢？那我们就跟佛弟子、跟普贤行者这个名都背道而驰了。啊，响名还名不符实啊，这个折福报就折得快了。好，那我们看这个32页，所以不能知少为主你看贫而乐造，不只是贫而无谄而已，给我们举的榜样，如颜子，单视朴饮，不改其乐，这比无谄更好。富而好礼，这个我们要问自己的啊。现在经济状况不错啊，我们富有没有好礼？能以恭敬待人啊？比方说，人家来我们家修理东西了啊，还工人阶级啊，我们经济比较好。地位比较高，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恭敬待人？虽对贫贱之人，亦能待之以恭敬，这比不骄更好。哦，那一天，有一户家族啊来拜访，哦，那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我们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的，所以是有国王的我一听到有国王啊，就想到老和尚说的，我赞成君主，其实就是，老和尚强调的是什么？要负责任的政府。大家听老和尚的那个义理所在，因为古代呢，他首先立太子，连下一任的主要的干部啊，从小培养啊，人才啊，你不从小培养不容易呀。现在财色名利多厉害啊！老和尚说，跟我十几年、20几年。在财色名利面前过不了关，不能怪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不简单哦。现在财色名利的强度呢，比100年前不知道多少倍所以古代这种设想很有道理啊。立了太子了，所有这些很高的大臣的下一代一起。读私塾，一起培养。哦，你看，我们翻开历史，每一个朝代，这些良臣、忠臣都很多啊。那这个一个家族里面呢，被国王封爵位的好几个人。一个家族里面有一个算不简单的，好几个，福报大。结果呢？他们呢？来的时候有司机哦，有那个佣人哦。请问你请吃饭的时候，要不要注意到他们这些工作的人？你送礼的时候，要不要也送他一份？哇，他还不是华人哦，这个时候也是
可以落实宗教与宗教、种族与种族啊，老和尚常说四摄法。我相信呢，你送给他，他一定很欢喜的啊，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啊，所以这里说恭敬待人。所以，虽对贫贱之人呢，亦能待之以恭敬，啊，这比不骄啊就更好，啊，所以子贡既悟孔子之意，便引《诗经》啊，《卫风·齐奥篇》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两句诗问孔子。啊，乐道好礼，此意是不是就是啊？诗所说的切磋琢磨吗？好，这个古代都是用譬喻啊。你看，古谓之切啊，你要磨啊，你要。这个用鼓来做啊东西呀、这个叫切啊，用象牙呢谓之磋，玉呢谓之琢，玉不琢不成器，石头呢谓之磨。哦，那你看一个这么庄严的成品出来了。哎，都是要经一番切磋琢磨啊！哎，所以自己也要经得起琢磨啊，经得起磨练才行啊！好，那子贡领悟啊，这一页倒数第二行，无产无骄啊，还是不足。啊，须能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使能成德。啊，犹如古象玉石，经过切磋琢磨，使能成器。啊，你看他能从孔子给他的教诲，能领悟到《诗经》，哎，这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那个味道了。啊，闻一以知二了。啊，他能通达，触类旁通，不会拘泥。哦，所以老和尚说，我们学经教啊，老师说一句，你会一句是死的，不能变化，要学活的，活活泼泼，灵活运用。啊，所以孔子乃称许子贡，啊，从此可以啊与子贡谈诗了，因为他告诸往而知来者，啊，这个告诸往是孔子告知子贡啊，要乐道好礼，那知来者呢是子贡知道他领悟到呢，啊，所以引这个诗啊。啊，来解其意。孔子这一段教诲就是不断切磋，不断提升啊。所以诗须悟性，会诗啊，则能见往知来。所以盛衰兴亡之事，皆能预知。子贡悟性好，所以可与言师。人能练出啊见往知来的功夫，能练出啊沙盘推演，这个因会感什么果，这个果又会怎么发展？我们刚刚讲的万法因缘生呢，你懂得领悟。懂得观察，
哦，像我们很熟悉的句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汗青就是史册那我们这个丹心就是自己的赤诚的心啊，真心啊。哎，那要照谁的历史啊？好，这个我不能控制你们啊，大家看着办吧啊。哎，应该照谁的历史啊？好，啊，这是啊，我们刚刚提到啊，颜回是我们值得效法学习的对象啊。那这一段。这个就是讲到子贡呢，闻一以知二，知得通达，不会执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啊，陈氏素得集士，引何志蕴杂著云呢？或问于。余曰：“如汉儒说啊，则孔子果不如颜渊乎？”哎，来分析了，孔子真的不如颜回吗？曰：“天之未上斯文也，匡人其辱于何？”这一段透出啊，此孔子之乐天之命啊！啊，五十而知天命啊！子在回何敢死？那颜回那时候不到40岁呀、啊。此颜子之乐天之命也。颜子为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不如一也。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呀，大家不要陷入了啊，在那里，到底孔子厉害啊，还是颜回厉害啊？哎，请问大家，这个学生比老师厉害啊，老师什么感受啊？那比学生还高兴啊，是吧？而且学生厉害才是老师的成就啊，因为老师是学生的真善人呐。好，哦，当然我们听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要当机者要拉回来。我现在是老和尚的弟子哦。什么叫师承呢？啊，这老和尚曾经讲过啊，老师走过的弯路，让学生不再走，这是师承。哦，那老师的这个心意啊，只要学生接受了，他一定比老师早成就，因为他的弯路不用绕了。所以，青出于蓝胜于蓝呢，是应该做得到的事。只要这个学生是100%听话了，那老师的心意就是：哎，弯路别走了。那学生会超过老师。哎，颜回证明给我们看了，这才是重点哦。颜回可以证明啊，我们能不能证明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呢。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多次提到，我专修专弘净土啊，是因为讲《华严经》呢。
讲了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啊，最后思考啊，因为老和尚很佩服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思维一个问题：普贤菩萨学什么法门呢？文殊菩萨学什么法门？一想，华严经末后，十大愿王宝归极乐，两大菩萨华严三圣当中啊，两大菩萨都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哇，老和尚才专修专弘啊。那请问老和尚讲这一段，讲给谁听呢？讲给我们弟子听了咯。我们这直接，我现在看上去，有20几岁的，有30几岁的年轻人啊，他们现在就死心塌地，效法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你看老和尚算。海贤老和尚什么时候理一心不乱的算给谁听呢？你以为老和尚喜欢算数啊？我看年轻人你们这样一算哦，你们好好修，你看40岁啊，可以念到明心见性哦。那海贤老和尚表演给谁看的？他老人家总不能表演完说对不起，你们都做不到。他是应机来表演的，应我们的机的。好，所以颜子为五十知天命，孔子之不如一也。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孔子跟颜回论道谈一天，这个颜回都是随文入关，全部领纳，没有听了好像有点吸收不了的，不为看起来好像愚者，因为都没有发问呢。但是是全部听了就通了，耳顺了，没有障碍了。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无言无所不悦。所以颜子为60而耳顺的，孔子之不如二也。颜子之未达一兼者。间就还有一点小小的间隔啊，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间是贤的俗字说文贤呢就是隙，还有一点缝隙。颜子只有一隙距离未及孔子。那就是未到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们看，你看一句《论语》里面的很多人生的哲理在里面，学习应该怎么学？这个颜子怎么可以达得到这样的境界？他对老师完全的信任的，完全的崇敬的，100%听话的学生呢？刘氏逢录《论语述和》是子贡贤于众里。这个《论语》里面，当时候有人说子贡比夫子贤德。子贡自谓不如颜回。夫子亦自谓不如颜回。
哎，我们有没有学到圣贤人的心境？啊，都是非常谦虚的。啊，跟人相处啊，都是看人家的优点，都是检讨自己的缺点。啊，别人的缺点呢，他不放在心上。啊，每天所见的是自己的不足。啊，所以圣人呢，俯伯如天。这个是中庸的句子啊，这个普是广大啊，博也是广博嘛，都是很广大，就是德行心量非常大像天一样哦，所以这个人度量大，都是看人家的优点啊，就有德行的人。厚道心很平和，见人都是可取的地方。哎，他口中啊都是赞叹别人，许可别人。你看这个句子里面，孔子，哎呀，我不如颜回啊。子贡说，哎呀，我不如颜回，我怎么敢跟他比？那。德行薄了，不广大了，狭隘了，就刻薄了。啊，看别人都是看人家的缺点，一开口都是批评别人。哦，所以怎么认识自己呀？自己讲的话当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啊，怎么认识别人呢？哎，听他讲话也能感受到他的心境。哦，所以学圣教首先呢，拓宽心量啊，所以普博如天呢，啊，渊泉如渊呢，啊，那个泉很深啊，就是思虑非常深，非常远啊，这个思虑啊，都能够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这个就是深到最彻底的地方。了凡四训说：“从心源隐微处，默默启迪。哦”哦，那这个渊，也是比喻啊，圣人的心啊，他的内心深处啊，深不可测啊。哦，啊，尤其呢，他的心境呢，谦德。所以，若颜子自视，啊，颜子自己看自己的，哎，又将会自己不如子贡矣你看孔子遇到相橐，相橐才7岁呀，你看孔子，人家会的，他就赞叹，他向人家学习。《论语》里面有另外一句呀，哎，就可以感觉到颜子的心境，哦，所以这个颜子自视啊，又将不如子贡矣啊，这个推断是很正确的哦，啊，这个又引出了曾子啊，曾子看颜回，颜回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代表什么？他道德学问那么好啊，他心里面有若无啊，他决定没有一个哎，我挺有学问的啊，我挺有道德的，不可能的啊，都是觉得自己还差得远呢啊，都是时时呢。跟佛比啊，跟孔子比啊，德比于上啊，知耻啊，哦，所以觉得自己还很多不足啊，看人家优点就觉得自己还差得远啊，哦。我们目前呢，当务其心呢，哎，效法
孔子、颜回、子贡他们的心境，这是直截了当的学习的。好，好，我们再看呢，第三点啊，好学生的心境啊，安贫乐道。157页，哎，这个也是判断呢，一个人是不是真学哈、哦？当然，首先判断是不是真学啊、哦？人生最悲哀的就是骗自己，别人骗我们了，不悲哀哦。啊，别人骗我们是消业障啊、哦，啊，而且还经一事长一智啊、哦，不是坏事呢。啊，自己骗自己就毁了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哦。啊，所以念佛人这么多人不能往生，因为志气一关没有打破，骗自己哦。啊，那不志气就是能自知了。哎，那我们现在随着每一句经文对照自己，这个就有自知之明了。啊，子曰：“士至于道，而此二一二十者，未足与义也。”啊，读书人既言学道，而又以二一二十为耻。啊，这衣服不是很好，吃的不是很好，他觉得很丢脸了。哦，那会有这个感觉呢，代表他很好外在的物质享受了。那你重享受就重欲咯，欲令智迷呀，利令智昏呢。那这个要学到困难，啊、哦，那大学之道从哪里下手？格物，德除物欲。当然我们学这一句啊，还是守住中恕之道来受持啊、哦。哎，我们自己慢慢放下物质的欲望，对别人呢要恕。我们不能学的这一句，哎，我们都是修行的人了啊！对你家里人说，以后不要买名牌的了啊，以后吃呢，两菜就好了，不用三菜四菜了。那你全家人就生烦恼了，因为我们用的是要求，是执着的心了，忠恕才是真心哈。所以啊，我们今天要接受这些京剧啊，我们还是真心的状况啊，不然这个一接收了，心又偏掉了。中恕之道来接受这些句子啊，不会出问题。啊，好，所以可见其心啊，人在名利欲望中啊，自食未利，就是他那个自于道啊，那个自还是。没有真正立起来，嘴上说说的，故不足与之谈道。他不是真的立了志了。好，所以为什么佛陀要留下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你重享受了，那富贵修道难啊！这顺境不好修啊！这生下来就不愁吃不愁穿呢，啊，物质很丰沛呀，啊，就容易在这个顺境呢退转了。啊，哎，经济不错了，啊，多节俭了，帮助更苦难的人。这个就对了。
231页，你看，我们又举到颜回的榜样了。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言子贤而贫穷，然据《韩诗外传》，其实颜回啊，上有郭外之田呢，50亩，郭内之田呢，40亩，所以他也不是说没有这些资产。唯以好学呀，所以不愿仕，不愿做官，故衣食住，勉强自己，可以供自己呀，就是可以就好了，够了就好了，餐具不备，人以足器呀代碗。成食物，这是箪食，饮呢，则以瓢舀之，没有杯子了，以瓢舀之了。住在陋巷，生活如此简陋啊，他人必不堪其忧，而颜回却不改其乐。不改者啊，本来贫穷。本来极乐，所以他以前贫穷中就是乐了今人贫穷，今人乐而不改，这个意在言外，言子得道矣何以知之呢？学而篇，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个贫而乐者啊，即如颜子。乐而有德，非乐贫也，乃乐道也。怎么可能是乐？我很穷啊！是他法喜充满了。”是乐道了，言子以得其道，故不改其乐。他人不解言子之道，则不知言子之乐，为孔子知之。所以叫孔颜之乐。我们虽然还没有契入到孔颜之乐啊。哎，可是少分我们应该有一点的，比方说，我们多听经了，多去力行了，解行相应了，我们物质的享受啊，比以前少了，可是我们没有痛苦啊，我有认识我们一些同修，像这个当太太的人，以前去这个 supermarket 去超市买好多啊，这些化妆品啊，这些东西，现在开始休学了，这个节俭很多啊。哎，但是呢，笑容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那这个就是乐在道了，他有尝到法味了，这些物质的享受啊放低了，身心更自在了，你有尝到味道了，慢慢就更放得下了，世味哪有法味浓啊？而且世间的这种乐啊，它是从外面刺激进来的，
那会有副作用。啊，传统文化里面的乐从哪里来？从内而外出来的。啊，而且那个胃啊，很持久哦。比方说，你孝顺父母了，啊，你尽了你的力了，父母走了，啊，你每每谈起自己有尽了力啊，你的心就非常的没有遗憾。啊，那种心里的安慰，一想到就很踏实。哎，这是从内出来的，啊，一种喜悦的。哦，所以真正的乐不是从外面刺激来的，这个认知要清楚，不然人生的路啊就走错了，去找外面刺激的乐啊。结果这种乐就欲是深渊，那个都是欲望啊。所以世间人越追求越笑不出来，因为他方向错了。真的啊，科学家说的人是越活越笑不出来啊。努力有结果啊，不一定有好结果。踏出的脚步大小不是最重要，方向最重要，方向一定要对。好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品出孔颜之乐啊，品出佛陀啊，那佛陀那比颜回，佛陀是拿一个钵三件衣服，三衣一钵啊，而且还没房子住，树下一宿，哎，结果。佛陀跟他这些弟子们比谁都快乐啊，所以快乐啊，跟有没有钱没关系啊，跟有没有地位没关系，跟有没有放下有关系啊。哎，啊，放下自信的乐啊，法喜就会出来了。好啊，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啊，法喜充满啊。好，那看看。今天所谈的这些内容啊，大家有没有要探讨好，那个蓝宝华学长有举手，好，是有吗？请。请。尊敬的承德法师您好，哎，阿您弥好，陀佛。阿弥陀佛。墨学有个问题向那个法师您请教。墨学在这个黑龙江这个一个城市啊，现在有一个缘分，就是想做这个家庭教育的。家庭教育主要是讲这个诚敬的感恩，还有这个孝顺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有课件儿。但是，墨学觉得这个现在吧，这个讲课呢，因为一个是我没有做过老师。这个是照着那个课件吧去学。我们当地有些老师发心要做这个给学生家长讲课，我觉得这种讲课吧，有点耽误我这个念佛了。我觉得墨学觉得是不是应该等我这个念佛成就之后，我呢再去做这个去家庭教育这些事儿，再去度一些人。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没有这个能力。我想，是不是等我多念佛以后成就之后再做这个？但是刚才听到老师您那讲课，法师您讲课说您现在还在学外语，考外语，那你也在为了大众发心，你也没把这件事儿，就是说这个现在还这么精进，我墨学就觉得很惭愧啊！是不是我这个发愿发心发不起来，就度众生这个心发不起来？总想自己这个快点成就，这个墨学现在有些疑惑啊，这个请老师，法师您开示，慈悲开示，阿弥陀佛。好，谢谢蓝先生阿弥陀我们佛。在思维问题呀，要用老法师用我们一直的老师的教诲来思维，
哎，那比方说，您现在用师长的教诲来思维你现在的这一件事情，那你会想到什么？法师，我刚才就是听罗法师讲课，就是说这个，就是让众生住真实会，就是见我居民，教学为先。就是老法师，我想到就是说，还是说，如果自己古圣那些先贤得到利益了，那么他们发慈悲心，也想让更多人得到利益，就是无论从精神生活上。物质生活上都能够有所提升，但是莫学觉得自己现在还是觉得自己这个愿心发不出来。好，哦，这个有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先用师长的教诲思维，不一定问别人。啊，自己思维完了还是不确定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探讨。啊，我不能干，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事情，啊，他说：“哎呦，有人可以问了，哎，自己不去思维了，哦，我是先防止这个流弊啊，好，哎，老和尚有讲到了，啊，你面对因缘呢，不影响你的清净心。”啊，这个缘又成熟，当然你不能去攀缘。啊，当然，做家庭教育啊，这是很有意义的。啊，五种仪规第一本呢，养正仪规，你培养孩子，培养下一代啊，从儿童开始，从胎教开始。啊，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啊，还有很多大众啊，没有机会遇到。5000年老祖宗这个家庭教育的智慧，好，所以这个事是值得做的，但值得做呢，自己要度得量力，审事责人，啊，这个形式能不能做，谁去做，红户的人员到位没有，啊，这个因缘自己要评估，度得量那是评估自己的。哦，比方啊，老和尚说的啊，你不影响了，这个可以做。假如你做了之后啊，哎，你佛呢越念不起来了，啊，你这个清净心呢越来越退了，啊，那可能你就不能攀这个缘，那。我们在修学的路上啊，都要有自知之明，而另外一个角度啊，比方说您觉得，那我要多念佛啊，我怕呢，我做了这些事啊，是不是我会退步了？首先，你那个怕本身就是一种烦恼。啊，我们有时候事还没到啊，就开始烦恼了。修行要改个性。我们今天去应一个缘呢，我们又不是一应了就那个缘就这么大了。啊，缘可以什么？哎，循序渐进发展。我在这个发展过程。我在服务大众的时候呢，我的道心没有退，反而有在增长。啊，然后我又不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我们去利益他人的缘呢，也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因缘。我们是在这个因缘里面提升自己。那。老和尚在讲《十善业道经》的时候有提到啊，正住双修，啊，因为有讲到后面的37道品，
啊，是念处，是正情，是如意足，五根五力，这个五根是信、静、念、定、慧。啊，讲到这个念根的时候，啊，于正住道，你看正住双修哦，哎，这些都是指导我们修行的，意念不忘。正住道呢？那正修是什么？对我们来讲，念佛法门，正修就是念阿弥陀佛。住修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哎，有祖师修说，正修是念阿弥陀佛，住修也是念阿弥陀佛。啊，有祖师这么解哦，没有错哦。可是问题是你是真的能一句佛号念到底呀？啊，都不会断的。哎，念着念着就跑掉了，啊，念不住，啊，那还不如去办一个班呢，念念为他人着想，这个助修啊，就对正修有帮助了。哦。啊，我们这个同仁呢，啊，有时候呢，没办班的时候啊，这个念佛念来念来，念不住，哦，一办班热情洋溢呀，啊，哦，人家好不容易来了啊，拼足了劲了，去利益来学习的人，他这个助修啊，就对他念佛有帮助。所以这个正住双修啊，我们还不能一句佛号念到底呀、啊。正住啊，还是很分明的啊、哦。正修念佛，住修，你有缘分的，缘具足了，你总不能见义不为啊。哦，所以一个念佛的人，总不能说看到别人需要帮助了。啊，我助修还是念阿弥陀佛，你都不去帮忙了，啊、哦，我跟大家共勉说，这个过年是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啊，过年就是开法会了啊，是吗？啊，不知道大家法会开得如何啊？这是亲戚朋友聚在一起的，有这个缘的，啊，那我们就。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啊，在这个利众的缘当中啊，啊，能够积功累德，这个就是正住双修了，啊，你所做一切都是往生的资粮，啊，助修嘛，都跟往生是一不是二。甚至于说，都跟念佛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说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就是我们那个念佛是念出我们的真心，真心在因缘成熟的时候，也会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去帮助他人。这就是助修好，所以怎么做，看着办。啊，我们把老和尚这些教诲，你在境界当中要去关照，啊，你就知道进退了。哦，那办班呢，知见很重要，知见一定要正确，知见呢，要依止。依法不能依人，啊，要依师承，要依过来人的教导。哦，我们也遇过非常热忱，啊，觉得要让这一方的大众啊受益，结果找来的人呢，他太激动了，没有清楚他修学的状态，结果来了之后啊，教的东西有偏斜。
老人生病了，还不让回啊，去尽孝道。面对人家夫妻呢，让太太多跟着他，结果搞得人家夫妻呀都失和了。他还说这个要断情旨，哇，那这个指导是偏写的，我们可不能请这样的老师来啊。老和尚说的，你学佛了，让家庭失和啊，你学错了。你看老和尚这些经教呢，让我们判断正邪哟。我们绝不能干了好心做坏事的事哦。这种事我以前干太多了，所以才有一点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不杀伯人了，伯人因我而死啊！我不能再干这个事情好，这个，我们这个叶老师哈，您也举手了哈，不过时间有点晚了我刚好有客人到了，那个您可以把问题再发上来我们再找时间呢。来探讨那过年期间呢，我接待客人呢，都跟他们说你们愿意同意录音吧，因为这个聊下来了，最短的都1个半小时以上了，讯息量太大了，他们愿意录，我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一看到有录音都不敢讲话了，你这个话呢？可能不能公开的，我马上暂停就好了，不要紧张所以有录了几段到时候再供养给大家做参考。可能大家一听了，现在人的家庭呢，可能有考虑哪些问题，你也比较了解大众的苦处在哪里。当然。这个人家提问呢，应对进退呀，我们怎么掌握这个经教的原理原则？所以言语不简单哦，都要在每一个因缘当中锻炼自己，拿捏好分寸，拿捏到恰到好处，拿捏到所有的人听了都欢喜，你不能。5个人欢喜，1个人不欢喜是吧？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好，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